进入到一个很放空的时候，我就很专心在阅读里面的内容，去思考关于这个书里面在讲的事情，所以那会让我很清静。只要比较烦的时候，或者是比较有空的时候，我都会阅读，只是说阅读的种类不一样，看心情挑想要念的书。我最近重看《九把刀的猎命师》系列，它是我非常非常非常推荐的一个系列的小说，我非常喜欢那个故事，希望它有一天可以拍成电影。好，照我。